大家好，我是查皮医师，然后我们今天要来玩我们的《岁月寻找》第六集的系列。那我们上一集在看嘛，我们上一集就跑到女巫统治的混合，我就睡觉了。我们就跑到女巫统治的混合沼泽地那边，就是那里那座方向的混合沼泽地那边，打算去那个破成就，结果最后我们狼狈逃回来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还是要再去一次我们的混合沼泽地去破完成就。我们连一小箱粘土都还没挖完呢，我们赶快出航喽！我们现在我发现我们混合沼泽地行驶的方向是东南方，然后赶快走吧。今天一定要赶快把混合沼泽地这个地方给破完，不然就没办法跟观众交代了。现在都没有成功破浪的感觉。有哦，我们要赶快趁白天的时候把成就破一破，免得晚上女巫生出来就没办法破成就了。而且我目前还没有装牛奶，而且我也忘记上次看到牛在哪里看到了。我们今天还要跑去那边找蘑菇牛，还要去找村民的家。我们的那个箱子还在。停下来了。我们就继续挖黏土。我是不是有回家去重做一个新的那个食材？应该有吧。挖泥土。但真的很破坏生态，你真的不觉得？各位不觉得吗？真的很破坏生态。这边是到下面都还是那个黏土的区域吗？还是下面是那个石头？应该，我觉得到下面应该都还是黏土。挖破。不行，我们这样实在太破坏生态了。我们劫材要遭殃了。不管了，就赶快挖一点。哇，挖好深。挖泥土。我挖泥土中那么苦力的成就吗？挖爆一个那个。等一下，有，快要到了，看到了。我记得我们当时有在那边做工作台吧？在哪里啊？看一下，我记得当时有在那边做工作台。没有吗？而且我下面有木头，所以只能请铁铲大大牺牲一下。请铁铲大大牺牲一下，继续挖。铁铲大大也要牺牲。我该从家里带一点铁进来，对不对？像这样挖蛮快的，不过还是我觉得还蛮浪费的，因为我觉得挖这些黏土没什么必要。你告诉我挖一下黏土能干嘛？这个也不能浪费。这样应该够了吧。
哎、欸，为什么又变成和平啊？之前不是太困难了吗？乖乖，然后想要体力都没有再减少，乖乖乖乖，是因为我一直换版本的关系，因为我原本的设定就调成很简单。刚刚好，刚刚好，耶、yeah, 还多出这些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已经挖满了一箱粘土了。那今天呢，就要来看看有沼泽地，村民的家还没有，路灯也还没有，奇怪叫声还没有，蘑菇鸟也还没有。啊，这都还没有啊。就缺满一小箱粘土，女巫也还没有，只杀到一只而已。哎、欸，有啦，女巫有她的折技，有印象。那先去找蘑菇鸟，因为蘑菇鸟是比较好找成就。Let's go。哎、欸，现在跳那么远，哎、欸，体力怎么最好是那么快就那个啦 ，GG 了啦，先把这个苹果吃掉，应急一下。蘑菇牛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蘑，哎、欸，我们小声点，不行，毕竟声音太吵，太大声。我现在听哪里有牛叫声、欸欸？蘑菇牛，欸、听到，哎、欸，好像有听到声音，还是有错觉，是我真的听到声音，还是有错觉？对对，哎、欸，会不会在那上面啊？会不会爬到上面去、啊？应该比较不可能吧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哎、欸，马上找到了，耶、yeah, ！第一个成就完成，那、错完这个成就，哦，啊，让你解放解放，不是释放你，也、欸、好了，你可以出来。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去找村民的家，你听说村民的家就在这里，这附近。路灯好像要走得很远，哇，不行，我们现在已经到底了，所以我们。所以我们这个地图现在在这里已经没有用了，我们路灯一定要靠自己。啊，对啊，就是这里。上次我们从这边塞下去，一定就死掉这里。我们先从这边塞，不是从这边塞下去。我想先，我记得路灯是往前面一直走，就没有看到路灯了。那我们先去找路灯吧。Let's go， 好跑跑。我们现在有十个面包，还够，还可以让我们用跑，还有浪费的钱，而且我们可以去村民家挖这个意思。走到这座岛的底部之后呢，应该就有那个路灯出现了，应该就有。尤其是这边灵魂沙吗？地形特别难走，而且这看起来就是人为做的。就是什么单纯粘土区块。哎，我们现在已经接近这个座岛的尾巴了。看看路灯到底在哪里。路灯呢？告诉我路灯呢？我觉得路灯是在这里啊，应该不会记错才对啊。路灯的确是在这里啊，一眼望过去就是树木。哎，我看到了，前面那什么东西。啊，好了，哥，我该把 BGM 的声音调小声一点了，因为我觉得 BGM 的声音都盖过了。我们找到路灯了。等一下，晚上我跟你讲，都快晚上了。我刚找到路灯路灯打你。啊，反正路灯就是一直往前冲，找就对了。我们现在赶快跑去找去找村民家避难吧，避难。啊，快点，我们晚一点要接受女巫的折磨了。先，快 ，Let's go， 我们要赶快回去本岛，我们船在那里。然后从这边走蛮久的，我觉得。来，结果我们到这里来之后，那个地图就显得没什么用了，因为我们就是不需要地图啊，地图的那个能力范围已经到了，所以地图就显得没什么用。我们现在一下就跳回来我们原本的地方，我这边树好多哦。对，路灯藏在树很多的地方，所以各位要找的时候小心一点。不是要小心你，还是要注意一点，因为它就藏在那树很多的地方。我记得村民的家是在哪里呢？
啊，反正我先去那个大，我记得是在那很酷的地形那边，大洞那边。然后我们先把石头准备好。哎，小僵尸！啊，小僵尸来了！走开！好心。哎，女巫，女巫，女巫，不不，我下个不用，我下没钱回去。哦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击杀女巫的成就，我最后才破，好不好？吓死我了，刚才没有想。好像没有，现在又来跳荷叶，跳荷叶，跳荷叶。那个村民的家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怪的哦，人家不是很强。不要让安德起飞。不是这上面吗？是也是在这里。还是吗？哦，原来工作台在这里啊。不是，好的，以后不行就说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、，I see you， 我看到你了，我就知道在这里，好，就赶快逃吧，我赶快逃到村民家避难，不然大女巫一出来就要狙击了。啊，顺便去看女巫家什么？不是，顺便去看村民家什么？哎、欸，听到村民的叫声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的家很难逃，大大。那个索尼娅是那么像。哎呦，这信箱也可以打开，哎，这样，有点太可怕了吧？哎呦了，哎，铁门，铁门，打不开哦，上面什么都没有，这可以强行破吗？哎，我们。哎、欸，打开了，村民我来了。哎、欸，村民在干嘛？村民好。哎呦，哎、欸，奇怪的雕像，我找到奇怪的雕像了。耶、yeah, ，金块，金块，拿到手，卡币啊。好啦，现在就找到村民的家了。等一下，先去把那个门关起来，免得也关不开。回收我的工具。哎呦，村民家你们。章鱼哥，你有好多的马铃薯、海椒，就送给我吧。反正你那么多东西，就送我一点吧。南瓜、彩虹。上面的，哦，好多，哦，全部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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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全部装不下，装不下。啊，垃圾先，不是，不是垃圾先丢在这里，是借我放一下好不好？谢谢。耶，采收完毕。啊，你先把垃圾，不是。先把那个东西接放在，哎、欸，第二张唱片呢、欸？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有两张唱片。嗯，像粘土这些也没有用。我以后会来拿啦，放心啊。我不是把垃圾丢在里面就闪了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喷出，哎、欸，喷，哎、欸，烤马铃薯、欸。嗯，没有什么。哎、欸，马铃薯，南瓜派。哦，不错哦，酷哦。这个有什么？生的马铃薯。还有生的烤鸡，生的烤鸡哦。哎、欸，好的，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的小村民，小村民在干嘛？嘿嘿，你是什么？一颗绿宝石换三个？啊？你那么烂啊？这是什么？马桶？门条我在尿尿，不要的东西。这个没有意义的东西。哦，这边好多矿物，我知道。你的超快睡吗？可以，等一下，我没有说先到睡觉。又一张唱片，三张唱，不是，这边有两张啊，有几张是我之前家里的啦、啊。啊，先睡个觉啦，先在那边睡个觉，休息一下好不好？
你一定臭氧，你一定要站在我的 床上嘛，很恶心。这边有一扇门，为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矿坑吗？看起来没什么，看起来没什么，只是一般的矿坑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也不需要看车。好了，来看一下我们程序完成怎么样。有找到了，路灯找到了，奇怪交也找到了，工具也找到了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有找到了，盖一个奇怪，还要盖哦，没有，哦，我们先看标像吧，我来看看它的标像怎么盖的，放两个软石，先放两个软石，啊，还，那就学它盖就好了嘛，放两个软石之后。啊，我要拿他剪刀去砍一下树叶，因为他土场树叶的这个科学，你去砍一点树叶再说吧，又要出门了。哈，你家东西又被我破坏一道了，哎呀，你只能说反的啦。像我每次进进出出都一定要那个按空气，可能下去就这样，呜，半滴，就是扣一半的血。好，交一两个就够了。再爬上去吧。章鱼哥，你的家为何这么难爬？沿着我刚才就自己铺的路爬上来。对。这边有一个箱子可以让我装东西，不是？你不要讲那么难听，就装一下那个我的东西嘛，然后放一个南瓜在这里。哦，它是南瓜针，不错。啊，不是。上长的那个帽子现在有没有丑？是头发吗？还是帽子？有个丑。诶，扶上去，然后你怎么需要那么多的那个？我要去砍树了，两个，四个，你需要四个，刚好一个原木。哇，这么屌！你不把我捡回来？章鱼哥家没有原木吗？太强了！有鸡蛋，我需要鸡蛋哦。有一个鸡蛋，我需要鸡蛋，因为要用鸡蛋打铁之石，要跟你们陷阱里。好啊，下去砍树，令人害怕，还是没有东西啊？什么木头之类的东西？那些是我刚丢的。看，我们今天这晚又要再睡在村里面，哎，我觉得今天晚上还是得去面对现实，去打一下你的目标。别在那边开始，然后你还需要控制哦，你需要盖住，
家伙，我怎么知道那个第一期啊？啊，算了，这把车人家的话，你不然你再去用。反正你记得刚才那个马桶设计应该 OK 吧？反正这马桶设计又不会，又你这个直接打开不就好了？对，这个好困难。我刚有对吗？我就记得我刚有丢一个木棒。我真是敢干。对，有了有了，我自己也做好一个。还不错。好了。这样子我们这边的死亡游戏不是这边那个成就就先破完了，村民我们就先再见拜拜了。好，什么还是得再丢一个东西看起来要丢什么。我现在剩下的东西不太简单，我说他不需要了，送你了。是因为这边太阴暗，还是真的要晚上？应该就太这边太阴暗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女巫会生下会掉下来的地方。要不要像上次一样仓皇逃亡？还是要没有用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赶快重回我们原本的地方。不要用票了，要村票上去。啊，我们以后再把我们留在村民家的东西、垃圾给带回家了。好，算了，我就不想懒得拿了，干脆送给你啊。上次我寄去来过的礼物，不是，还是要拿，还是要去拿、啊，不能这样子对待人家嘛。那我们现在等待晚上的时间还算漫长，我们要干嘛呢？我们回家有马就可以回走。直接升十级，反正只有回半格，真的假的？我记得升马就是只能回半格。反正晚上就尽量在啊，还是我现在来钓鱼，因为小朋友在钓竿，对吧？我先看一下我的那个船在哪里，这里，我船一定是在这里。我这边就开始地，哎呦，我把地给丢了。因为这是我下次放的地方，所以我房间没有要你。对啊，表情就在这里。异乡的名字看得蛮有质感的。所以现在先慢慢整理屋吧，还是我先回家，先把东西放一放再过来。那边有看起来比较矮的女巫，什么来着？你看就是种子。前方的就是。那个吗？树林岛不是树林岛，前方那就是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对，我们如果要回去是要往那个南方呀。如果要回去是要往南方。哎、欸，对啊，那是树林岛。那我们要回去是要往南方。这个就是往这边，对，应该哎、欸，是往这边吗？应该是吧。再说，先看看啦、啊。我记得我们现在有打死一只女巫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只要再打四只就可以先逃跑回家了。对啊，我印象中就是从这逃跑回家之前上次的。但是，奇怪，每次在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时候，
也是有的时候时间就过得很快，一下就太阳下山，所以现在慢慢等待的时候就觉得太阳时间过得太慢。我要下山，要下山，有感觉了。我们就先静静的坐在我们床上等待吧，等待完全落日，来看日落。树林下，原来日落会降落在树林岛礁里面。对，要记下来。今天变成讲话的，就比较比较让我能够集中精神。好好，要开始，要开始哦，真的要开始哦。升吧，女巫，升吧！啊，升吧，升吧，升吧！我现在在你下面。哎，来了，哎，有，哎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！不要丢我，不要丢我，不要丢我，躲起来。哎。开拍，有女。我杀死你了！这是什么？治疗药水。不错哎。不错哎，我得到一瓶治疗药水。来哦，再生哦，再生哦，再三只，再三只啊！有，然后就一只掉下来了。有一只干掉了。哇，好，还有火药，是没用的。再生再生，越打越有心得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再生再生，哎呀，再生啊再生啊，我怕你了啦，来生了，等一下好，僵尸，球，有，你又飞出来了，我中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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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码你看看再说。中毒应该是不会死啊，会只剩半滴血，我先回去。女巫掉红石，那个荧光石，荧光粉。先让我们床上看。我中毒应该是不会死啊。对啊，我中毒不会死。我就等血没满的时候就冲了一滴就死了。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就是这个。我们刚才已经杀死两只了吧？不是，我们刚才已经杀死三只，也就是说这是最后一只了。我们现在杀死最后一只就可以回家了。我们最后一只就在眼前，要直接去突破它吗？然后放手一搏，直接去突破你。来啊，下来啊，下来啊！不要逼我上去把你打下来了。抽枪子来了。太恶心了啦！你给我躲在后面，你给我躲在里面，不要以为我没看到你。村民僵尸，章鱼哥僵尸，难不成？有两只女巫，等一下我要杀海上那只。打到一，打到，再一只，再一只。我中毒了，我中毒了！我们成就完成，赶快回家，啊，逃跑！石头高手，你现在跳下来啊！那这样我就真的会死了，那两只女巫攻击是会死。有僵尸追过来了，慢摇啊！
我要死，我要死！好，快点，快点，赶快逃跑回家！逃跑回家，逃跑回家！耶、yeah, ！我们现在就要朝着我们家回去前进了。这样子，我们这座岛的成就也被我们破完了。哦耶！太爽了，那下一集就不知道要干嘛了。啊，我永远都有事做的啦。爷爷的那个港口在哪里？爷爷的港口在哪里？看一下。现在就到家了，到家了。哎、欸，啊！笨蛋乌贼，可恶可恶可恶！我被乌贼，我被乌贼啊！我的船被乌贼弄爆了。欸、女巫应该不会跟着我回家吧？我想回家，我想回家。哎、欸，我们家烧起来了 ，bug 吗？我们家烧起来了。啊 ，bug， 应该 bug。光影 bug， 一直看。不知不觉我没面包了，所以大家去种小不马铃薯。快点！哎，我上来了，我爷！怎么可能？我家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烧起来？哦耶，哦耶！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今天就把这座岛成就都破完了，现在就要来在这集最后这一段时间，我们就要来种我们的马铃薯。马铃薯，我马铃薯要种来了，要跟小麦种在一起，好怕会搞混。我们在爷爷家后面这块地好了，先那个玉米捡出来。跟你讲，我现在已经捡不起来了。然后去，啊，先回家把东西放上啊，就是这样子就寸步难行的感觉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什么，我刚看到我家上面有个东西，什么东西在我家上面？但是我看到我的东西在我家上面，是怎么样？对不对？嗯。拜托，我刚才看到的，哎，火力炮，臭火力炮，什么？太可怕了！啊，羊毛追进来了，羊毛追进来，哎，我们也可以种南瓜嘞，哦耶！农夫相思。唱片唱票在哪里？会不会就是唱歌队啊？哎、欸，两组煤炭呢、欸，真的假的？两组煤炭呢、欸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有点困，我们先睡觉。哎、欸，也刚好看到日出了，我们先睡觉。哦，谢宝宝，谢宝宝。把煤炭给丢进来。啊，我们最后一个面包吃完了，我们没食物了。鸡蛋就先丢在这里了。难吃。南瓜什么？OK， 那现在呢就继续去把那些东西丢掉了，不是丢掉啊，先放在我们家的那个床头柜里面。
背包就整理干净了，耶、yeah。捞一点点，对，摇摇，哎，有了，这样就可以种，种种种种种。啊，爷爷委屈你一点，让你家就变成我的菜园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干嘛一直多种一格？多种一格的感觉。啊，算了，全部种下去。好了，那这样马铃薯就先种在这里啊。小麦也可以收一下了。欸在小麦产量上 OK 啊，还不到缺乏的地步，所以短时间内还不会，短时间内还不会饿死哦，那就好了啦。没有，说多多少不少，多不多。我觉得要不要放第二桶水啊？今天好像有点干。那这台电脑来放电池。哎，刚刚好哎，你上的没错，刚刚好。我来放第二排水啊。泥土还有矿物质可以当肥料。呵呵越扩大越来越扩大了。OK， 今天可以回家来把这集系列结束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今天主要就先到这边结束哦。那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